哎呦，挺好的，挺新鲜哈。啊，都挺炭火。真的。哎，这味儿可新鲜了。嗯。刚下山哈。那个树架没了。没了，就边上都给掰了。咱这晚哈。晚。别地方早就挺多的。都完事儿了，都完事儿了，咱这刚开始。咱这边太冷。嗯。是吧？嗯。等会儿啊。20多斤的，20多斤的，那是。哎，公斤秤是吧？对，没脱地就行。行，我直接给你转微信还是怎么的？给王大爷。转微信，腾讯腾转。到时候给你现金呗。到时候咱卖一下，这一会儿是吧？那没事，那你把盈利一会儿让我也记住。啊，行，现金。一会儿给你送过来。行。这有袋，我先拿过去。回头一会儿给你拿回来啊。行，抓住，行。还得用呢。回来得用。对，正好回去收拾收拾。完这玩意儿，妈，这个你给它切一下根儿，切下根儿，然后给它粘糙出来呗。糙出来，然后，炸一下子，纯上呗。你切根儿吗？不用切根儿吧，咱们不都这么吃吗？切根儿多费事，就是不好看。它这个根儿吧，它就是说的，一撅下来，它就愿意氧化。但是你当时整完了，到时候你马上干啥，那倒没事儿，直接装那儿，那都行。关键就是咱们从山上采完了哈，往家一背它就行。不用切也行。 都好，那你就那啥，那就给他那个，直接挑一挑，炸了呗。嗯，挑挑这里的树叶就行了呗。嗯，他这不是埋汰。嗯，这味道真好。你要干啥去，雷哥？接咱妈的。叫的这么亲，有活吧？对。我也去帮帮忙了。啊。搜了点那个菜，那个啥出来了。 啥？那个那广东菜出来了，然后我寻思咱给它切了，然后给它炸上。嗯。嗯。他得切根儿。我把这个。这是你早上采。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在奶家。嗯。对。这个一会儿整啊。一会儿整，不着急。嗯。我穿下鞋。你还要切根儿？切根儿啊？我去把那个大桌面拿。 这不叫广东菜吗？他们也叫好多名字呢，他。好多名字。咱就广东菜。这都放风了，要干啥呀？对。这个正好挑的时候就都挑出来了。这样式的都有点放风。这样的。这不要了。对，挑好了一盆，给它下锅焯一下。这有的底的。 剩的全是沫子，给它剥出来还点儿。这个毛毛特别繁衍，对，这又收了一盆，看看，真带劲啊！多好，一小嘎子，走吧。哎，走，行，回去。挑完了，看看这切出来多少根儿，这些都不要的了。就刚才我又把这个黄瓜香给它戳成真空的了，看着挺好吧，黢溜黢溜的。 再切点五花肉，加一点，多带劲！多洗两遍，哈，洗到这种汤都是清水状态就行了。这边还熬的小碴子，熬里头。 你得炒一会儿，就是先汤炖一会儿都行。要不不辣是吧？啊。我没炸那么狠。哦。炖会儿再放尖椒。哎呦，都开裂味儿了那边的。火太急了。啊，这锅就火急。这个就是炒好的样子，来一口啊。
正对味儿，这个好吃哈。因为这不有那个肉嘛，他把肉靠出来的一个汁儿，都让这个山野菜给吸进去了，所以说一吃，它味道就非常好，还香，带劲。肉搁的多，啊，吸肉汁儿，吸肉汤了就好吃。